看打好打满了。我给我40块。来，你自己甩，你把那颗969甩出来。甩不出来啦。没差没差，我们吃饱也无所谓。他没有甩符哎、欸。有啦，甩符是靠自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突然临时决定的。刚刚我来五甲这边的，我刚公仔台刚补完，然后我们原本要走了，然后刚刚小帮手在那边谈旁边的，一直谈九六九。那现在九六九市价又那么高，然后他又谈了300多块了，他又说，那不如我们来 PK 吧，谈到宝也无所谓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好吧，那我们要来 PK 来 PK 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换2000了，保就保啊，没关系。来啊来啊来，多少哈？一人100块。2 4 6 8 10，好，100块 PK 赛开始。结果我一枚就弹出来了，游戏结束。怎么你看游戏结束？你看他这种拉线，有没有？啊？他的下线长。有啊，有色啊。刚游戏差点结束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嗯，没有。有没有？好，挡好挡满了。然后来给他一个甩符。好。玩这种就是不用甩符。是这样吗？对啦。可是我只会打技术台。好，他直接一个越过山丘，弹到那个弹簧，咚一声出来。弹不出来。没有，被他卡住了啦。来了，勾绳子。它的爪力是开很强的，有办法勾绳子啊！哎，勾绳子，100块就这样快没了呢。对啊，勾绳子，这次弹跳台不是技术台。好，那我就让它弹到2楼来。你看，你看，直接弹2楼。弹好弹满，枪位。你把那个二就弹过去啦。哎，不是说要 PK 赛吗？为什么是我要做球啊？可以先出就先出啊。太好了呢，我管你嘞。PK 赛就是 PK 赛。好了，好了，没了。好，我帮你弹过去。等一下，我就有一个后螃蟹标准解解那个九六九。那你怎么后螃蟹那一根在那里？就看运气啊。6 8 10，你看我一次就拿10枚，刚刚好。哦。厉害吧？还好，弹出来了。哦，他会不会从那个洞出来？应该不太可能吧。哦，我等一下就出来给你看。好啊。有没有单好单满？算了。没有。没有。过去。越过山丘，他怎么过不去啊？他们怎么都过不去啊？你要抓最后面那一颗，最后，因为他会弹后面的弹簧绳，他应该会往前面冲。啊，不是这粒啦，不是这粒嘛，那不是攻击量吗？攻击量。哦，哎呦，那个过不去啊，那个骗人的。搞配。想要用那个洞这样子唬人。这个吗？对啊，弹那一个。来哦。哎呀，有没有枪位？我帮你做枪位。好吧。没你给我。看打好打满了。我给我40块。来，你自己甩，你把那颗969甩出来。甩不出来啦。没差没差，我们吃饱也无所谓，管他的嘞。这个怎么甩啊？自己甩，自己想办法。他没有甩符啊。没有甩符哎、欸，有啦，甩符是靠自己的。哎、欸，哦有，不会吧？啊！吓我一跳。我有抓到哎、欸。有。可是他臭了。是不是吃太深了？他臭了啦。你看，这边整个拉臭，然后才要给我。哎、欸，你自己叫我用的哎、欸。怪我，你看你自己叫我抓的哎、欸，就说吧，你自己不抓，20，说不定你抓了就出来了。啊，这是 PK 赛，不行这样子。你看哦，嘿，给他一个甩符，
涵洞口。还可以拿来啊？我是不是要打这个？硬要标准解。保一做一，保一做一，可不可以2000块把它整块整出把它摊光？哪有可能？然后台主就说：“妈的嘞！”台主就想要干掉我。等你有量。有了，勾到蔬菜有没有？等你打出来，我再说。我在想要不要弹这一颗229。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直接上他二楼，直接咚上来，就把他当一楼就好。好了，上来吧，就是你了。哎呀，标准姐，来吧，打弹跳台没有再弹的啦，就说要标准姐，你看。哎，没办法甩打，这甩不够啊。又捏的，你不是说还捏塑袋吗？哎，别老多，别老多。我厉害，我厉害。你个心机吧。没差安内啦。哎啦。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去抓969。为什么？那一颗没救了，因为它上面都是绑塑袋嘛。我们如果你要用勾的滑的，要有塑袋，没有要不能有塑袋，它才有办法用滑的。它现在就整个是止滑的状态了。那969要怎么办？不会啊。哎。快来，你赶紧上了，直接抓969了，真的，直接抓969就好了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连抓都没抓到。哇，真是麻辣臭王。没有，还那一颗在那边抓不到。然后，哎呀，还对不准。斜视。斜视啊！好了，飞进去了。哦，我可以去正腔位吗？你可以啊，你把它甩到正腔位。哎，这个甩幅比较大哎。那45度本来就比较大了。可是我甩不进去哎。可以的。哦。怎么办？45度角。出货。应该是不可能的。啊，不然我弹跳就好了，弹进去。哎呀，怎样摔打？差不多。我在浪费钱。没差了，反正我今天也是已经是保持着吃饱的心态了。欸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100块都打得特别的慢，我的100块一下子就没了？因为你都乱打啊。我要弹它吗？你弹229好了，那一颗位置，直冲洞口。哦，有靠我吧？看，我要帮你做一个单号单满的位置啊。欸，这样100/100是不是有点累啊？不会啊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没有把它打出来，我就觉得特别累的感觉。那你把它打出来啊！我可以算你赢。怎样？我可以算你赢啊！哦。哦 ，Sunky 啊！哎！外丢，有点外丢拍。对啊，那是外丢拍。好。那捏塑袋就可以。对啊，那我就这一个。这里怎么解啊？解不出来啊！可以，没有解不出来的东西，弹上二楼，这个，来哦，解给你看，捏塑袋，捏薄，上来脱钩，你看上来脱钩了有没有？太多了，要在塑袋上面，真是个粪便，来，卡死了啦，这怎么玩啊？你看，我都帮你挡好挡满的位置，就又把它拉出来。哪有？哦，它越跑越里面去了啊。其实我是要弹这一颗的。嘿，有没有直冲洞口？又转回去了。塑袋起来。你看我100块又没了，不管了。
嘿，嘿，嘿，没了。哦，你真的很弱呢。100块，相不相信？2,4,6,80。好了，反正我们是注定吃饱的啦。我不要，我要冲出来。有没有冲出来的感觉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要把999用去那么旁边啊？他自己弹出后面的、啊。这是你弹的啊。那你把它弹出来、啊。那每次被你弹出来的时候，都被你用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是在标准解呢。你看，现在抓不到它了。可以啦。你看。看看啥看？好厉害。那你不会不要弹那一颗、啊？不要。那对不准。啊、你不是准啊，你看我又来搞出来了，搞有啊，我这样不是搞出来了，过去好、弹那一颗969，我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会把它弹进去，是我搞不搞它好了。你看，那你的100怎么还没完啊？我100还没完啊！闹了100那么多的，那就真的100啊！自己打太快了。喂、欸，刚刚往刚刚对啊，刚刚为什么会用带的？他怎么没有带出来？来来，我来。你看我全部帮你挤好挤满。你这个挤得太死了，没有人挤得那么死的啦。那你先把那一颗解出来。229对不对？我也有在想，要先解229。你看我都做枪位给你耶，有吗？有啊，这不是枪位吗？这个算拉抽位。捏书袋扶起来。太满了、哦。他刚刚怎么外带啊？我怎么没有直接带出来、啊？对啊。捏书袋。啊，捏不到哎，怎么办？这个要怎么搞啊？这个。太挤了。你看。你看，你相不相信我这100花完，他们还是长这个样子。那你还是把它弹开好了。不信，我不信。嘿，有了。啊！刚为什么没有卡住？对啊，这样我们就没有保夹了。对啊。刚卡住就好了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会倒了？你看，你又把我的枪位打错了。没有，它还在。嘿，有了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帮你做一个多完美的枪位。可是我打不出来啊。那我就只要自己打出来。哎呦，可以哦。来，我再来一次。可是越不过去。不管，先试试看，先捏宝，越倒。洞超大，哪里大？可以再大一点吗？就是那么大，啊、靠腰、卡爪，傻眼，我没有吃饱，没吃饱，多少啊？1000，你看我看，1000出1000整左右，没输。好了，我们就此结束了，好，这是你赢的。为什么会卡爪？但是我有做枪位给你，卡真嘞啊！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了。你看你我们换的钱还有，哎、还没打完呢。我是准备要真的，我是准备要一定要吃饱的哦。还不错，今天没有吃饱，意外啊！为什么会卡？我也是蛮意外的。你赛掉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打一颗229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No se entendería.